等一下，全部拿到市场上卖了。大佬，问埋个水吧。 这个适合地产的，在卖房子。 这里的沙煎鱼是已经，根本就根本长好，根本长四根，不是，鱼的话卖了180块钱。耶，虽然少了一点，但是活的鲜香，胀满 ，very good。这个石头蟹已经很大了，这个壳上面都有很多那个藤。 石头蟹已经少了这么大，应该是你们杭州那刚刚来的应该有。这就是今天中午回来的螃蟹，一共有两袋，也有个30多斤这样子吧。等一下全部拿到市场上卖了，先把虾的虾壳和虾须去掉。 再把壳剥掉，把虾线和虾的内脏去掉。多情的阳光洒落在我的脸庞，看看周围的姑娘，又锅下油，个个挺漂亮。 流星和时尚，掌声火种。有油和黄油姜蒜一起爆香。放一点盐，再加一点酱油。我没有车，我没有房。 我只能为你而歌唱。时间差不多了。你们不能不能要求太过高，因为。
为你是最善良的。